我们的结论就是，如果你是开车中意外落水，就是几秒内你真的就下去了，没有什么时间还让你在那里慢慢开窗户、开门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只有三秒左右而已。对啊。再来第二个是完全落水之后可以尝试开门，可是如果你力气很小，可能打不开。你如果推不开，你不要紧张，单纯就是你还不够用力，再用力一点把它顶开是有机会打开的。然后确认有没有开锁。再来就是后座嘛，你下去的时候，我会感觉我要翻跟斗，我是找不到方向。除了没有视野之外，主要是车会翻。对，我大概也是翻了一下，就是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现在呈现什么姿势啊？我们下去是这样，我还自己调了一下，就是配合那个旋转。大家应该很常看新闻，就是还是会有人不小心开车落入海里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就不会倒再冲？有可能，这就是我们要实测的地方。这一次弥陀渔港他们的渔会还有海洋局，他愿意借我们这个场地，是因为我们是以教育的目的做出发的。而且前阵子刚好在弥陀的地区，就是这个弥陀渔港，就是这边了，真的就有人开了休旅车掉到海里嘛？新闻标题下很耸动。再来看一下我们车上的安全措施，可以看到我们车子驾驶座、副驾驶座还有后座，总共三个位置都已经安装了赛车用的安全带，它可以把我们整个人固定在椅子上。坠落的那一刻不是会有一个震荡？对，这个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前倾撞到东西。听指导教练的讲法，我们是会被很安全的固定在座位上。掉到海里之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内解开这个安全带，然后解开气瓶，把气瓶拿起来，必须很快速的完成这整个动作。车下海之后，我们在车子的两侧总共会准备四个潜水员，车子要吊起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帮我们把车的吊绳绑在车子上面，大概抓30分钟可以完整的把它吊上来。上一次我们开车下海的时候，其实很多观众留言担心说会不会车子下海之后造成污染哦，漏油。但实际上我们的车子在下海之前都送去检查过，对，确定它不会漏油，没问题了。假设它真的漏油的话，我们还有准备那个吸油棉，对，渔会有准备这些东西可以做紧急处理。假设我们测试在海面上还没有完全沉的时候，我们测试开门开不起来。好，我们会测第二个东西，就是完整的沉入海中之后门到底好不好开。你有听过吗？大家都是说这个门其实在水面上是推不开的，因为水很重会挡住门，可是你等车完全沉到水底之后就很好开。但那时候可能也淹死了。你没有真的沉下去实际做过这个测试，好像也不能直接下一个定论。没错，假设种种原因，反正它就是推不开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测试车窗急迫。那大家常分享的就是拿车子的那个靠头拔起来，不是有两根尖尖的，敲破玻璃之后游出来。那这个时候一定又会有人留言了，那你们的玻璃不就掉到海里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我们也问过了，码头它底下有很多淤泥，这些淤泥是会定期清理的，玻璃掉下去会跟淤泥混在一起，到时候清理淤泥的时候整个捞起来就打扫干净了，所以他们才敢借我们这个场地。挖干净。对，还有什么会被骂的？我们通通都要先事前准备好了，全部都先讲出来。对，我们这个各种状况都模拟过了。我们还有准备救护车，他明天早上会来支援，停在旁边，然后车上有配三个急救员。嗯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请潜水员下去探过了，有视线，但不多，所以我们会配一个摇铃做辅助，车上还会放一支蜂鸣器，假设有人发现另一个人昏了，那就直接中断拍摄了，就直接按蜂鸣器，旁边四个 standby 的潜水救生员就会直接来破窗救人，或者是又发生了什么安全带什么之类的故障，紧急状况就会按下去。先以安全，那还是要再讲一次，这次会跟渔会他们合作，也是因为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知识，安全上的经验可以参考。假设有一天你不小心也发生开车落海的状况，除了网络上常见的这种赶快开车窗逃走之外，面对其他状况时，我们可能可以做什么反应？下去之后，两声蜂鸣器就表示我们准备就绪。啊，如果真的有危机状况，我会疯狂的按。好，好了哈、好紧张哦。这一刻最紧张。好好，祝我们好运。走啊！Go！
啊！刚刚那个好直哎，到头栽哎，我看的时候我都紧张一下。我也紧张。引擎重嘛，它一定是这样子下去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因为重量都在引擎。对对对对。下面一定超左的。身上我只能开门了，哇！我差点挂掉了。那你怎么出来的？我是用油上来的。没有，你们两个上来很久我才上来吧。没有，他是最快的，他上来一分多钟我们才上来。那你有摸我肩膀吗？我没有摸你肩膀，都忘了。你摸完我肩膀你就自己走了、哦。主要是你还深度就压着我、啊，我到底要压多少的？我又压你又压他哦。我摸的人是你，因为没有刺青。我看得到，我有看到手臂。我靠、我根本就看不到你们哎、我也看不到。其实在里面最恐怖就是看不到。而且为什么你们都摸得出窗跟门啊？我有摸到这绒布啊，然后我慢慢就摸，我摸到这绒布。哇，还好我们最有练习哎。
练习闭眼睛拆气瓶，闭眼睛开门这样子。早就预设没有视线了。对啊，我刚才其实蛮担心你的，我已经算很慢上去了，就你还在下面，我有吓一跳那时候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，如果你是开车中意外落水，就是几秒内你真的就下去了，没有什么时间还让你在那里慢慢开窗户开门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只有三秒左右而已。对啊。再来第二个是完全落水之后可以尝试开门，可是如果你力气很小可能打不开，你如果推不开你不要紧张，单纯就是你还不够用力，再用力一点把它顶开是有机会打开的，然后确认有没有开锁。再来就是后座嘛，你下去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要翻跟斗，我是找不到方向，除了没有视野之外主要是车会翻。对，我大概也是翻了一下，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呈现什么姿势啊，我们下去是这样，我还自己调了一下，就是配合那个旋转。你现在自己开车想象一下，你没有任何装备，然后你真的不小心落海了，你大概会怎么做？第一，马上解锁安全带，车门解锁，马上离开，有多坏就多坏，什么都不用想。分享给你们，你大概有三秒的时间，行进中的车落海，就记住黄金三秒，我们自己的体感大概是三秒。你到落水的那一刹那，你大概可能两秒不到，因为你一下去一破你就进水了。我是看到你们超快的，它是直接消失的。嘉凯，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这个进行这种交接仪式，太硬了。开始。总之，我们的结论就是黄金三秒，分享给各位，祝福你们。